第四次参与亚残运夺得一银三铜的轮椅剑击代表余翠儿说，虽然达不到自己赛前获得六面奖牌的目标，但仍然感到满意。他希望自己在花剑团体四强赛事大落后28-40的情况下上场反胜泰国，能够给到大家鼓励。而家我哋嘅環境會比較困難啲啦，咁因為可能經濟又未必話係好好啊，咁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事情，我哋都好希望可以係去堅持啦。咁其實就好似我哋比賽咁樣，雖然係未必係一個贏緊嘅一個局面啦，咁但係都希望我哋可以努力同埋堅持，就可以有一個好嘅結果咯。